和苦差不多就好。为什么香港会有 G、U、G、L、G 这些楼层啊？实在是太不合理了！天哪！我要找的那家书店刚好是在 U、G， 然后我想 U、G 是什么 ？U、G 不就是 underground 不就应该地下吗？结果我到地下，结果发现不是，然后我找了一圈，发现根本就没有。然后我又看了一下那个地图。地图跟我说要去 UG 要先到二楼然后再坐升降机才能到 UG， 所以我现在在哪？是几楼？点了一个茶，这个茶叫 Royal Blend， 自己放，笑死。Chocolate mousse. Yeah, it has chocolate on the back. This chocolate on the back is very strong, very delicious.这不是早餐吗？车仔面。
这是什么呀？One scene? Just one scene?